犯罪之身，男人海鹏嚟嘅佢。今日咧嚟到咧我嘅母校中学啊，就系呢个张竹山嘅英文中学。咁我就喺呢一度咧度过咗我最成長發育時期的一些最寶貴的時光咧，就喺呢一個嘅學校嗰度度過噶啦。而家就帶大家去咧，我留低最多腳毛的地方。我而家就去呢一個殼嗰度。你好啊，我哋拍少少殼嗰啲嘢嘅啫。我人生咧第一次去參加唱歌比賽咧，就喺呢個殼嗰度。嗰陣時我中二啊，係攞到亞軍噶，開始有一種我喜歡站在舞台上的個感覺。大家一直以來都叫我做蝦頭，其實我有真名的，我的真名就叫做楊思敏。老思敏呢，為什麼大家會叫我蝦頭呢？我喜歡有些男同學約了我去一間快餐店吃下午茶。那個大蝦套餐的宣傳呢，就是一個蝦頭人生的公仔來的，很噁心的。楊思敏，你好像這個蝦頭啊，很噁心啊。第二天就回學校大肆宣揚，就說我叫蝦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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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即是我有他。我反而覺得咦，其實這個名字挺親切的，就大家都叫了我蝦頭這個名字，就變成一個朵這樣咯。所以大家可以叫我做蝦頭。在前幾年開始發現自己其實很迷失，我不斷地在人前面可能做很多很搞笑的事啦，回到家裡或者我自己面對我自己人生的時候，我覺得我自己很一蹶不振。那我就一直思考究竟我有什麼問題呢，究竟我塞住自己的是什麼呢？我不記得了我自己喜歡什麼。原來我一直都不是為自己而活，愛惜自己是不夠，所以我才會被人打擊到我。就是因為藝術這件事是令到我可以去認識自己。戲劇藝術就是生活，我哋探討嘅就係去演活唔同嘅人。如果我自己楊思敏都唔能夠喺我自己生活裏面好好做一個人嘅時候，我亦都唔會做到觸動到觀眾嘅戲劇咯。我真係真真正正去愛自己嘅呢一刻，我覺得先至係真係可以將真正嘅快樂去帶俾大家咯。籃球校隊咯，我係 wing 同埋射波嘅咯，成日都去新冠球場度打啦。咁啊，見到一個男仔咧，真係好鬼靚仔。咁有一日咧，打打下咧落雨喎，喺度避住雨咁樣啦，突然間個男仔咁樣挨住咗喺我身邊喎，一望望佢，咪就係佢，係，因為我哋見過好多次啦。佢好似問我飲唔飲水咁樣，跟住但係支水我飲過嘅，介唔介意咁樣？咁梗係話唔介意啦。咁即係佢喺我心目中係彭于晏啫，即可能你見到佢，喂，盧海鵬嚟嘅咁樣。即係細細個就已經俾屋企人話，你講嘢咁多動作嘅咁樣，可能即係天生自己又係有一個咁樣嘅genes 喺我自己的體內啊，俾老師發掘到咧，就話啊，楊思敏，不如你參加呢一個少年警訊嘅滅罪話劇比賽啊！最終咧係攞咗第一名咯，竟然咁話好開心啦，跟住又翻嚟學校又表演俾大家睇啦，就因為咁樣咧，就攞咗好多唔同嘅經驗。跟住有個同學就同我講，即係中五畢業嘅時候就話不如你陪我考演藝學院啦。跟住我就OK， 唔使著校服㗎咁樣翻學咁，正啊！咁我就陪佢去考啦咁樣。最後咧，我個同學咧係唔能夠考得入嘅，而我係入咗嘅。就係呢一啲選美參加港姐，然之後得到冠軍嗰啲就係我呢啲。呢度就係演藝學院，我哋嘅戲劇學院嘅個地方啦。咁有好多嘅排練室啦。咁我哋成日都喺度打滾嘅原因係因為咧，我哋啲 locker 咧就係喺曬度噶啦。呢啲 board 咧就係我哋睇 cast list 嗰啲地方啦。common room 啦，即係休息嘅地方，瞓覺又喺裏邊，排戲又喺裏邊。讀戲咧通常都啲情感好豐富啦，亦都會戲假情真啊咁樣。咁所以咧，我哋排戲又咁樣攣埋喺度對劇本啊。講分手啊，又喺呢條柱啊！我喺演藝學院畢咗業之後咧，就有三四年嘅時間咧，都為人師表咧，就係做嗰個全職嘅教師。咁入完劇團之後咧，就做咗一啲好經典嘅舞台劇啦，《朝聖辦公室》咁樣啦。點解會入咗去做電視咧？萬盛 Lady 嘅監製咧，阿 Jazz 咧就睇過我呢個舞台劇，咁啊想用我呢個 Elements 咧，就擺喺萬盛 Lady 嘅呢一個劇，為咗爭啊！廣南哥咧，直情係扮埋啊徐子珊添咁樣。第一晚出場，嗰個留言咧好攻擊性啦。原因係咩呢？
因為我錫咗佢哋嘅子華神啊嘛，即係話徐子珊企咗咗之後咧，我個 size 係 double 咗佢嗰個 size。咁另外一個好難忘嘅經驗咧，就係新地扮野王啦。演戲之外，佢仲會唱歌嘅喎，咁樣。咁喺未來嘅日子咧，再更加興奮同埋開心，亦都非常之期待嘅咧，就係我加盟咗邵氏電影嘅公司啦。咁我成為咗佢旗下嘅藝人啦，咁所以有機會就會拍更加多嘅電影啦、網劇啊咁樣。可能大家都冇見過我做嘅角色會可以喺電影嗰度呈現俾大家睇。